好，我们上哪里？我们上哈。第一个，第一课，你有看过吗？有看一半，啊，第一课看一半，第二课有看吗？还没哦，啊，看得懂吗？看得懂啊。看得懂哈。那应该不会太难的，我们把那个一句一句讲过去哈。来看一下，Columbus no tamago 有没有？哥伦布的蛋有没有？哦，Kodoshi no。留学生 我这边speech 有录了吗？有好像有吧，嗨，OK 哦。今年的留学生 speech 什么演讲有没有？Contest 是比赛 day 在这个比赛有没有？然后 Codes 哈的这个事情有没有？看到今年留学生演讲的这个比赛的事情有没有？同じ発表同じような発表哈好同じ相同的用的好像是相同的。他标的这个发表，发表上上台的这个讲话，他们很多学生哦，相同的这个发表没有？只是一堆是哦，小小文章里是卡可以得打 talking 哦，小小小小是一点点有没有？文章里是很厌烦有没有？听不懂？啊，死路嘞！哦，卡可以路有学过哈？动二卡可以路哈？对的。正开始干嘛有没有？开始干嘛或正在干嘛嘛？那你这文扎里死路就是厌烦，那你感动的是西，所以文扎里西卡可以什么？正开始厌烦了，我开始厌烦了，有没有？哦，start talking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大家讲的那个上台发表的内容差不多嘛，所以他就听到有点厌烦，有没有？日本に来て初めて哈，我第一次来日本，有没有？桜の美しさがわかりました。哈，我第一次来日本哈，我知道了这个樱花的这个什么，樱花的美丽有没有？看到没？那个美しさ不会？名词去一家沙冰名词还要程度嘛？有没有？有学过吗？好，你要靠近麦克风哦。嗯。我用 notebook，我没有接麦克风。哦，所以要，那我开大声一点哦。那刚刚一遍什么？Nagasa 哈，我们说去一家沙店是程度，那一个是名，第二一个是程度，第二个是名词嘛。那你 Nagasa 就长到什么程度就长度了没有？看到？那个 Sakura 我这个意思啊，这个樱花的美丽的程度哈，刚刚我看你们讲，我知道这个樱花的美丽有没有？Toyo 这样讲哦，秋赏的 Kotoba 你，我对秋赏这句话没有？哦呀，都 omoimashita 没有？哦呀是吗？哎呀没有？哦对啊哦。我都要对他感到，哎呀，哎呀，你怎么会这样讲？有没有？好、哦，莫激动。日本へ来るまでにも、哈、哦，までにも是まで之前。当然，我在来日本之前有没有？テレビや写真で我在这个照片还有电视上面有没有？桜を見たことはありました。好、哦，当我在来日本之前，我有看过哈、哦，在电视上有照片上有看到这个日本的樱花有没有？啊，但是。この花は、啊、この花が、好、说这个花有没有？どうして？为什么？そんなにも、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日本人の心を捉える有没有？心を捉える是抓住人心哈、哦，他为什么能这样的抓住日本人的心？有没有看懂？OK 啊、哦，可以写这个补，可以写。为什么能看能够这么样的抓住日本的心？好、哦，那个 no 是强调，卡是疑问啊。为什么能够那么抓住日本人的心呢？好、哦。哇，但心里话，那个你是对我而言，我看你妈 send 对我而言，我是不清楚的。为什么 日本的心会被这个樱花给抓住了？我懂。我但喜欢一直 no money 哈，一直 no money 卡哈，一直 no 那个一直 no 嘛是什么？不知不觉间有学过，所以我但喜欢一直 no money 卡是我不知不觉间，信肯你信肯是什么？很认真的，所以我不知不觉间我就很认真的，有没有？看懂上面一段是他讲的话有没有？秋赏哦，OK 哦，哈那行你我对这个秋赏的话有没有？咪咪哦，卡达姆克德伊玛西达哈，咪咪哦，卡达姆克说，请听有没有？所以我不知不觉间我就请听他讲的话，我就很认真听他讲的话有没有？看懂？OK 啊、哦，好，私が知っていた桜は哈，说我所知道的樱花怎样？乌哥卡奈萨库拉德西达说，那个秋赏说，我所知道的樱花，我以前来日本之前，我所知道的樱花是什么？是不会动的樱花，有没有？我们看懂？乌兹库西库塞德，哦，它开得很漂亮，是故立刻就怎样记录？啊，记录就是，我学过啊，花谢掉，
这个记录是划线掉叫记录，我快画面给你，然后打字你就可以抄，这样比较快。所以他说他印花开得很快，然后立刻就卸掉，没有。看懂。是吗？有这是苦你这的是吗？就立刻就卸掉，那贴是蛮有糟糕，糟糕还是遗憾的心情有没有？所以他开得很漂亮，然后立刻就怎么样，印花就卸掉了的这个印花有没有？哦，我大西啊，西里马森的西的，我是不知道的。他说，看懂。他说他知道印花是什么，是会怎么样？是不会动的樱花，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樱花是怎么样开得很漂亮，然后立刻就怎么样，立刻就卸掉了，没有？没有，我大学习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好，下面第一点，好，上面写个一。花の美しさも、美しさもさることなから、这个もさる，这是句型有没有？こと，もさることなから。这是一级句型，有没有？前面放个 A 哈，A more 杀戮过多那个啦，B more 呢？好，这个句型有印象吗？是什么？这是 A 就不用讲了哈，A 当然不用讲哈，写下 A 当然不用讲，B 也怎么样？A 当然不用讲，B 也怎么样啊？A 固然不用讲，B 也怎么样？写一下。A 就不用讲了，B 也怎么样哈？好，所以说这是什么什么？他这个 A 是什么？他说樱花的漂亮，摩萨鲁戈多那卡说樱花的漂亮就不用讲了，因为什么？为什么不用讲？因为大家这不用讲嘛，大家都知道樱花很漂亮，有没有？所以 A 摩萨鲁戈多 A 就不用讲了啦。所以 A 樱花的漂亮就不用讲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 B 嘞？その命の短さ，有没有？他说这个樱花的这个生命很短暂，有没有？嘎是强调哪一个？强调说樱花的生命很短暂。人の心を捉えるのだ。人の心を捉える，他能够抓住人心。这个 no 是强调，だ是是。ということ，ということ是这一回事。说樱花能够抓住人心的这一回事，有没有？这个事情有没有？有没有？自分の目で，用我自己的眼睛，是我亲自，我亲眼。桜見て，我亲眼看到樱花，有没有？初めて、わかりました。好。你的摸杀戮扣头，那卡达是 A 就不用讲了哦。那 B 也怎么样？所以 A 是什么？A 就说啊，樱花的漂亮就不用讲了，我们都知道。那 B 也 B 哦，B 也怎么样？B 说我们看懂。说樱花的这个美丽就不用讲了但是它的生命很短暂它也能够抓住人心樱花很漂亮，它可以抓住人心，这个就不用讲了嘛。那还有第二点是什么？樱花它。生命这么短暂，应该开个礼拜就谢掉了哈。他说这一点也能够抓住人心，有没有？那这托伊库多哈这一回事哈，我第一次看到樱花，我就明白了，我们懂。Yuki no yoni jiru sakura 哈，那个什么樱花像雪一样怎么样？飘散掉哈，樱花谢好像像雪一样那样飘散，有没有？Ugoku sakura 哈，然后这个是他说有没有？他说这个是会动的樱花。私の心を打のです。心を打その打動我的心有没有？看不懂。说樱花像雪一样的飘散，然后这个会动的樱花，不是那种照片不会动樱花，这个雪会像雪一样飘下来，这个樱花会动的樱花，它打动我的心，有没有看懂？看不懂。舞台の中央で在舞台的中央心を込める Coco 后面是二级句型包含什么心意？有没有学过？所以在舞台的中央那包含着这个 Coco 什么？它包含着它的诚心诚意包含它的诚心诚意卡达里直直 K 鲁秋赏的斯卡达然后继续在演讲的这个秋赏的这个姿态，他的样子，他的身影有没有？斯卡达可以翻身影他说在舞台中央，然后诚心诚意的OK 包含了真心诚意，然后在这个演讲的这个秋赏的这个声音有没有？西呆尼，西呆尼哈，逐渐的，这个学过哈，有三个很好。名词加西呆要看什么而定？名词加西呆要看什么而定？那你动二加西呆是吧？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没有？马上怎么样？名词加西呆是看什么而定？
那动物叫西代是马上怎么样？那、啊、你西代尼是副词，逐渐的怎么样？那你这边是西代尼逐渐的怎么样？哦，所以这边西代尼逐渐的。大斯基达塔哈，这是我很喜欢的。大斯基是我很喜欢的。就格口基达诺 ，OK 哦，格库格诺森森诺斯卡达尼，哦，这种秋赏的这个演讲的这个人的秋赏的那个声音，哦，西达尼逐渐的跟我很喜欢的，哦，我没看到、哦，就格口基达国中时代的国语老师的这个声音。卡萨纳德伊基马西达，卡萨诺是什么？自动词重叠，他们。声音两个人声音重叠起来了，看懂？看到没？先生がその話されたのは哈，他说我老师哈，这个先生是指我大学先生，我的那个国中老师その話哈，那个事情哈，那个その話那个事情。好，話是什么？讲事情、讲话还是讲事情？那你这边的話される，这是被动，被动可以当尊敬有学过？对，所以他这边是尊敬，为什么是老师？他的被动不是被讲啦，这边是尊敬，写下被动型当尊敬意思，所以是老师他讲的话，这边是尊敬，因为是老师，所以老师他讲的话没有，所以老师他讲那个话，哦，哇，你就念阿玛里哈，阿玛里是二十多年哦，二十余年哦，二十年多一点叫你就念阿玛里。好，那如果你就念加库嘞，那么学过。就是哎、欸，快要二十年，对，不足二十年，是快要二十年。二十，你就那阿妈也是二十年多一点哦。那这样，但是有没有到二十一？没有。那几年，你就那家可是不足二十年，快要二十年，但是没有到二十年。好、哦，那这样，所以你就那阿妈，你摸那个摸是强调数字很大，他就啊，二十年这么久 ，my no kodo， 二十年那么久之前的事情有没有？老师有讲一个话没有？讲一个事情，他说，他是个。太古喏，哦，那个韩说他起那个故事，还是那个话，说在二十年前，哦，那么久之前有一个故事，或者是老师的故事，或者是老师讲一个话，没有？哦，那这样，的确，这太古喏，就给喏头就得哈，在这个上匪剧，哈、哦，上匪剧哈，喏、哦，匪剧是一个日本的一种诗词，最短的那种诗词，有没有？在上课之中，有没有？みんな、アイディアが浮かばなくて，哈、哦，好，浮かぶ是什么？浮かぶ是想起。哦，那你这边乌卡巴那是什么？想不起。那你再用苦得，是因为大家想不起。那个 idea 是点子或创意 ，idea 有两个意思，方法、点子或创意，所以大家想不到什么点子，想不到什么创意来写这个匪剧，有没有？哦，想不到什么好的点子来写这个匪剧。Koma day da toki 哦，在什么很困扰的时候 ，Kodo data do omimasu 哦，那我认为是。Thomas， 我认为是那个时候，那个事情是什么？我们老师那个事情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在上匪剧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我们想不出好点子的那个时候。然后下面这个字是代表老师讲的，老师讲什么 ？Kino， 有今哦，开空是 Kini， 一得 Kimasta 哈。昨天我有好去跟来，一得 Kuru 有学过吗？去跟来是什么？是去呀、啊、哈。一得 Kuru 是去跟来，去跟来是去。那一得 Kimasta 去过去式有没有？所以。昨天我去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有没有 ？Ainiku 是很不凑巧的，有没有？有 OK 啊、哦？他会考什么？他会考汉字，汉字写生真。哦，他会考，他很喜欢考的汉字。哦，这不凑巧的，他妈的打哈，他妈的打是被他拜托，我不凑巧、啊、被我朋友拜托，有没有？他妈哦有没有，他 no 是拜托嘛，他 no 妈的打是被朋友拜托，有没有？我很不凑巧被朋友拜托。因为朋友结婚嘛，他拜托我怎么样？挨沙子，哦，写一下，结婚喏，挨沙子吼，挨沙子是打招呼嘛，挨沙子还有一个是演讲的意思。那结婚挨沙子，演讲的时候打招呼，结婚的时候演讲了、啊，对，致辞，结婚致辞啊，然后所以我被他拜托致辞，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结婚，他很喜欢找很多人去致辞啊，找好朋友啊，找爸爸妈妈啊，找谁啊上去讲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好的人怎么样？所以唐老麦打挨沙子哈，我说我被他拜托，要是结婚上去打招呼，打这边就翻啊，结婚致辞，我看到乌马库伊卡兹，乌马库伊库是吧？很顺利，那乌马库伊卡兹不顺利有没有？好、哦，这个动一加兹是否定，哎，我不是很顺利有没有？看懂？了解哈？了解哈？失败是的，失败嘛是的，所以推起码我糟糕哈，糟糕我怎样？我失败了，我这个上台致辞我讲的失败可以翻。哦，第一个是日本的失败，两个，一个是
很大的失败，做什么事情是啊？这个小的失败是翻出球，大的大失败还小的很大的失败哈，就是翻失败啊，小的失败就翻出球。那你的啊，我讲不好，我出球了，有没有？懂不懂？懂哈。刚刚但是，所以啊，多么高苦多西的哈，多么高苦多西的是一个二级句型，有没有？有没有学过？多么高苦多西，他喜欢写汉字哈，多么高苦写兔摸脚哈，多么高苦多西的是不管前面的事情，先不管前面的事情。等一下，先不管后面的事情，先管后面的事情，先不管前面的、啊，先看后面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所谓是什么？先不要管我那个字词失败哦，先管我讲结婚助词讲不好，我先不要管那个的，有没有？先不要管那个事情，有没有？凯莉呢？电想先管后面什么？后面说我回来的电车有没有？回途的电车，我大喜欢古镇待下肯西马西达哈，我一个偶然的一个大发现，有没有？你们看懂？先不要管我结婚致辞失败啊，好、哦，那我坐车回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发现，我有一个偶然的大发现，有没有看到？看到，大家看到 hitokoto 哈，啊 ，hitokoto 是一句话哈、哦，他说他偷的一个字哈、哦，或者是一些话哈、哦，嘿，他说哎、欸，他说大发现的这一句话有没有 ？mina shigo yame 哈，啊 shigo， 哦，你看一下哈、哦，你要会几个字哈？哦私语是私底下那边窃窃私语，私底下那边讲话叫做私语。写一下，好、哦、写吗？好、哦，那西狗他说死后也叫西狗。哦，死后这个要会哈、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死语要会，死语就是已经不讲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太少人讲了，这个语言消失了，或者是这个单字。语言还是单字已经不讲的单字或语言叫西狗叫私语，好、哦，这三个都要会。那我们课本这是私语是吗？私一下那边窃窃私语，私一下那边讲话有没有？所以命啊西狗也没有，所以大家都停止在私一下讲话的哈，好、哦、没有？因为老师讲一句话很有趣的话，大家停止在下面讲话是吗？嘿，没看懂？大家停止窃窃私语，大家停止在下面讲话有没有？一岁呢？好、哦，这个一岁呢哈，一休呢哈，大家就是一休呢，好没有？神社呢，卡奥明治美鲁哈，明治美是什么？注视凝视哈、哦，大家就开始注视着老师的脸，有没有？哈纳西诺兹基哦，马吉马西达哈，那叫什么？马吉等着老师继续讲话，有没有？啊，我懂。好、哦，当老师继续讲，コココラミエル哈，从这里能够看得到，有没有？后来说，哎，你瞧，你看。あの山がまたく反対の形。好，形をするの做什么形状有没有？可以讲形をする，可以讲形にする哈。哦，什么做什么形状有没有？什么形状以什么形状？那反対什么相反？所以完全是个相反的形状，有没有看懂？不懂？まなく是完全说那个山完全是个相反的形状。命啊！哇，阿泰伊麦诺科多，他说：“当然啊，这是阿泰伊麦是理所当然啊。”哦，托尤德秀嘎，他说：“大家说，哎，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我们看那个山是相反形状，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普段米纳列伊鲁亚马哈，所以普段是、哦、平常的时候，米纳列是我们看习惯的。哦，米纳列是我们看习惯的。哦，所以哎，我们平常很看习惯的这个山哈，米纳列的伊鲁亚马嘎，马达库卡库诺卡达吉尼米耶达诺德斯哦，他说我们平常看习惯这个山，好、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完全卡库上相反的形状有没有？说呢，奥多洛奇多伊达拉哈，奥多洛奇是惊吓或吓一跳，好、哦，奥多洛奇是惊吓或吓一跳名词有没有？原型是奥多洛库动词啊，动词可以当名词。啊，托伊乌是讲，托伊乌是讲，啊，托伊达拉，而且就讲到这个的话，没有，好，那下面就要解释这一段，因为他这个字的意思比较少，下面就解释这一段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说，先生の友達の結婚式は哈，老师的朋友的结婚典礼有没有？私たちが教室から从我们的教室有没有？毎日見ている山の反対側です哈，是我们每天教室从每天教室看的那个山的。韩代卡瓦什么的相反那一边哈，没有相反那一侧。我们譬如说，我们是从西边看过去，那相反那一侧就是什么？从另外一边东边那边看过来，有没有？好，看懂？
它是我们每天看的那个山的相反的另一侧，就是对面那一侧，有没有？看到马基德亚达哈，对面那一侧的是什么？这个马基的那个城市有没有？好、哦，看诺达是强调是阿索德斯，听说是另外一侧，听说老师的朋友结婚典礼是从每天教室看到山的另外一边的对面那一边，有没有？相反那一边，看到寒带是相反，卡瓦是那一边哦，所以相反那一边，看到山的相反的另外一边，的那个城市的结婚典礼有没有？所以对，因此，好、哦，所以对，因此，卡里诺电想那看。凯里有电箱的那看哦，从那个老师回来的电车的有没有之中有没有？米达亚妈哈，从老师电车之中，所以米达亚妈他看的山有没有？秋多是什么？正好嘟嘟后恰恰好正好刚刚好有没有？斯莱斗是那个那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哎、欸、中文你怎么讲？斯莱那个那个。一个空间用暗暗的，然后打光到那个去有那个投影那种投影机哦，投影机，好、哦，投影机的什么 ？Omote ura ga 哦，对，投影机会吗？好、哦，他说他回途的这个电车看到的山刚好是什么？投影机的 Omote ura， 他的什么 ？Omote 是正面 ，ura 是背面，哦，他的什么？投影机的正面跟背面怎么样 ？Kakuni nada 哦。变成相反的 ，Kaku 是相反，没有 ，Kaku Inada 是变成相反的。哦，刚好是投影机的背面跟正面都是相反的。哦 ，no， 那叫 no， 又你像哦，像这个样子有没有？投影机它那个光照去好像是相反方向是正面跟背面会相反的，没有？好、哦，那下一句，一只毛头啊，一只毛是平常、哦、跟平常好没有？和平常怎样？沙有个卡库尼米耶达诺德秀，好，好像是投影机的正面跟背面相反，它的左右会怎么样？它的左右会什么相反？哦，没有看懂。沙有是好，沙、哦、有左右卡库尼米耶达可以看到左右相反，有没有看懂？看懂吗？因为他们的教室可能在西边，西边看的是这个方向，哈，那个山是这个形状啊。可是老师去的那个可能在东边，东边是什么？它那个山的形状看过去就完全相反嘛，因为它在另外一边有没有？然后很像投影机的什么？他说很像投影机的什么表面跟正面相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什么形状是左右相反的没有？这个意思我看到。好、哦，今ではどんな俳句を作った？哈、哦，作ったか？而且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匪句嘞？有、哦、没有？我们要做什么？那个我们要造什么？哈、哦，诗词做什么匪句有没有？なんで画起来等等的之类的。那你有学过什么等等的之类的有没有 ？Scary was the day she made master。哦 ，Scary 是完全忘记了。哦，因为我们很认真在听老师讲。那我们现在哎，文本是要国语课要写那个匪句嘛，然、啊、后完全忘记了，都一直听老师讲有没有 ？Sensei nana dewa no， 啊 ，nana dewa 有没有 ？nana dewa 有没有学过一级句型？只有谁才做得到的？只有谁才有的？这个是这个哈、哦、，plus。Plus Hilka 哈是正面的评价哈，只有哪一家店才有这么好吃？好，我看有没有？你有没有看那个例句 ？Toden Nana Dewa no 料理有没有？只有哦 ，Toden 就本店，只有本店才有的料理。那这个有没有？好、哦，这个 Nana Dewa 是、啊、只有谁才有这么厉害的？只有谁才好、哦？只有谁才这么厉害？只有谁才有这么好的？有没有？它是优点的有没有？那你这边说 ，Sensei nana dewa no humor 啊，好、哦，这种只有老师才有这么幽，只有这个老师才这么幽默，有没有？只有我们这个老师讲话才那么幽默啊？其他老师有没有？啊，其他老师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马基，哦，那个什么，马基 A 鲁哈，马基也是夹杂、掺杂，还有交谈。你如果前面有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夹杂的什么东西，有没有？黑头发夹杂白头发嘛，懂哈？那、啊、你前面如果不是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交谈。好、哦，他们都这样子哦。像卡瓦斯也是哦，卡瓦斯，你前面都有什么东西？就是交换什么？交杂什么？交换什么东西？啊，如果你没有那个东西的话，就变交谈。哦，了解哦。那你这边什么 ？You more are 哦 ，Oh my g my 哦 my g 那嘎啦哈，这种只有老师才有的幽默哈、哦，就是老师讲话，然后
夹杂的老师他独特的幽默，只有老师的幽默，有没有看到？哇，大西大吉尼斯特，什么西？一边怎么样？对，一边怎么样？有没有句型嘛？东二那嘎拉一边怎样？一边怎样？有没有？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老怎么？这老师讲的话哈，好、哦，那什么马基该那个是夹杂的老师的他独特的幽默，有没有？夹杂只有老师才有的幽默，有没有？我懂。然后他讲话不是说那个啦，怎么讲？不是听起来严肃，他有夹杂他的个人的那个幽默，我们看懂。叫他们哇达西达吉尼，然后对我们怎么样？姿态鲁姿态是传达，要传达给我们的，有没有？姿态又偷死路，有没有？好，有没有学过意字形偷死路是想，有没有？有嘛，对不对？有。哦，好，意字形偷死路是想，那、啊、你现在死路感是什么？沙雷鲁。哦，因为是老师，我们感觉被动哦，这不是被传达，因为是老师，我们用被动当尊敬嘛。因为你，哦，他这边讲到老师都用敬语嘛，你这个被动可以当敬语，有学过哈、哦？那你这边是姿态鲁是什么？传达。好、哦，他什么？传达哈，或者是讲话，他传这个话嘛。那姿态又都是他想，好、哦，他想什么？传达，讲这个东西给我们听，有没有？然后在实物感觉沙雷鲁什么？被动当尊敬哈、哦，老师想传达这个话给我们听，就是老师想转达这个话给我们听，我们懂，我们懂。好、哦，神圣的大发现哈，是什么？老师想要传达他的大发现，然后他夹杂的幽默，然后再讲说他演讲失败啊，怎么样？有没有让小学生笑啊？他想要传达这个给我们，有没有？传他的大发现给我们，看懂。So stay， 然后怎么样？他基本要开的，他说，如果你只要改变一下立场，怎么样？这老师真的要讲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内涵是什么？他说你只要改变你的立场，米卡达要开的，你只要改变你的看法，好、哦，看开的米纳赛哈，那请你改变你的立场，请你改变你的看法，好、哦，请你来好、哦、来想看看有没有 ？Stay 呢？那什么 ？Stay 是你已经哈 ？Stay 有学过哈？过去已经哈，那你已经的哈，你的过去已经的哈什么 ？Mid day, key day, stay lu 哈，所以你过去你看过的、你听到的，还有你知道的 ，to omoi kon day lu mono 哈，啊 ，omoi kon 我们学过，想得很深。对，还有嘞 ，kon 是进去嘛，动词 kon 有学过，复合动词，还有一个，对，还有偏见，哈。还有偏见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一个东西想得很进去，是什么？就是想得很深的，还是认定的，还是深信不疑的？还有可能还有偏见。有时候你对一个东西还没有公平的评判，就对他想得很深啊。这个金头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一定是坏小孩，有没有？还有那种偏见的意思。好、哦，写一下，有深信不疑的，还有什么？你讲的什么？想得很深的。好、哦，还有什么？还有偏见。好、哦。那你这 omoi kon， 你这边比较适合哪个 omoi kon de iru mono， 就是说我们已经听过的、看到的这个知道的东西哈，那我们有偏见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们把深信不疑的东西，我们要好听叫深信不疑啊，那难听什么？哎，我们有偏见的东西有没有？好不懂？那我们这边分还是可以翻认定我们所认定的东西，你这边翻那个什么？别人不要翻偏见，因为意思对我讲就是说，哎，我们。已经看过的，已经想过的，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有没有？好，没懂？要这样，我们都认为那个什么六四天安门那个是那个什么中共在屠杀大学生嘛，我们是这样认定嘛。可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他们可能觉得啊，你如果国家这一小批人造反的乱的，啊，你不管他压的话，那全国都乱了，那不就那个会死很多人？懂？他们可能是这样想，那、啊、我们可是我们这边是这样想嘛？我们一口目，我们可以想，哎呀，我们有对这个我们有偏见的，还是我们深信不疑的有没有？好、哦，那我们深信不疑的 mono 的这个事物，嘎 ，solemade 头啊哈 ，solemade 哈，至今为止和你至今为止的真吉卡乌卡达吉尼米耶鲁科多莫阿尼马斯，好，可以什么？至今为止哈、哦，跟你有没有？你可以看到跟你完全不同的那个形式有没有？看到吗？那假如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立场，好、哦，那这样，那改变立场，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 AK 搞不好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那个有没有？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原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那个，你懂是吧？不同的这个形式或形状，我们看到。Toy sono toki 哈 ，Toy 是说，哦，他是老师这样讲，老师讲的一句哈 ，sono toki 老师那个时候的 message 是讯息有没有？老师要讲的这个讯息有没有 ？Ima demo 直到现在 ，semani oboi day mas 我现在记得很鲜明啊。
我现在记得很鲜明，是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有没有？好，这是惯用句，记得很鲜明是我，就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有没有？那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楚，有没有看到？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意思，有没有看到？看到没？它什么？它什么意思？老师说我去另外一个山，那我看那个山，看过去，啊，完全不同形状嘞。然后干嘛？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说你改变你的立场，好，然后你改变你的那个想法看法，然后你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那个，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好，秋桑の有五国サクラも先生の大学も，好，一直でも哈，一直でも是什么？多吉も，多吉亚も，或者是哪边都是，有没有？没有，多吉么？多吉亚么？就是一直的么？哦，没有，所以老师讲的，还有那个什么张赏讲的会动的樱花，跟老师讲的这个大发现，一直的么？哈，哪边都是。哇，但是你娃对我而言都是什么？哥伦布斯诺塔马哥德西达，对我而言都是哥伦布的蛋，你们看懂？而且哦，那他就要解释下面什么是哥伦布的蛋，怎么样？哥伦布斯诺塔马可托尤科多巴哇说哥伦布的这个蛋，这个什么，这一句话有没有？是指什么？阿多德是什么？之后，坎加雷巴吼，坎加雷巴是之后来想的话，有没有？好，我们看懂。大雷德莫坎加之气哦，坎加之苦是想得到，说之后想的话，谁都想得到，有没有？那你这个哦，东二加寿是什么？看起来好像哦。好，看到没？就说之后来想这个事情的话，好像大家都想得到，有没有？有没有？懂吗？就马后炮，有没有？马后炮，哎，大家都会嘛，有没有？看到你 deki so 呢？他什么？他之咩呀？他 can more 哈？他说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这个发明，还有这个发现，有没有？有没有懂？Sorry 哦，sai shoni aru kodo no。哦，那第一个做的人哈，这个东西好像是很简单的这个发明，有没有？很简单发现了，但是第一个做的人有没有？第一个发现他的人哈，木兹卡西萨的这个困难有没有？他都会鲁是比喻哦，他都还是写比喻有没有？好 no 是哈，好你常常看到东山加罗尼有没有？我们东山加罗尼以前有个句子叫明夷怎么样却怎么样嘛，这个只有下，这个只有在逆节，逆节的话就是啊。明明长得很帅，却是个 gay，有没有？懂哈？这是或者是明明很有钱，却很小气，这个只用在逆接。可是如果你不是逆接的，你就不能这样翻。你不是逆接是动三加 no 是名词的话，名词的话会有。对，就是加 no 就变名词。啊，你逆前要放名词，啊，逆就是对前面这个事情，逆是对嘛？所以对前面这个事情。好，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这个 no 逆是你是逆接的时候，就是明明怎么样却怎么样。啊，如果你不是逆接的。你不是逆接，你就不能犯这个啦。你是动三加 no 是个名词，啊，逆是对吧？对这个事情嘛。那你这边不是逆接嘛？你看这一句哈，哦，他都会读 no，他都会读啊，比喻说最先发现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没有？这边没有，懂吗？啊，这个逆是对这个比喻有没有？只看啊，只看我的哦，只看我只看我的 mas 哈，被使用。他说这个什么哥伦布的蛋被使用在哪里？比如说，对一个哦，就是这个一个新的发明哦，好像很简单的这个新发明，有没有？看到吗？那就懂吗？或者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新发现，但是最初要去发现它，这个是很难的。它是比喻这个东西，有没有？像什么？像万有引力嘛，苹果掉下来嘛，苹果掉到什么谁的牛顿的头上是，然后他就发现万有引力嘛，懂哈？那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不是很这个。哎，这个好像比较难哈。譬如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嘛，哥伦布先，大家他去发现新大陆，他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笑他，就是大家不就觉得没什么，为什么？啊，我们船就直直开，我们就发现新大陆，啊，我们再开回来就好了。所以大家会认为这个很简单嘛，就是直直开就好了嘛，因为地球是圆的嘛，有没有？所以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有没有？哦，就是那讲，然后你看下面就讲哈，好。アメリカ大陸発見なんて，好，なんて是之类等等，说啊，发现这个美洲新大陆，有没有？发现这个美国现在就发现美洲新大陆，有没有？オサワキスル，好，OK 啊，オサワキ是大吵大闹或者是轰动的意思，
哦，大騒ぎ是大吵大闹或者是很轰动。等一下，那ニワアタナナイ哈，ニワニガニアタナナイ是句型哦，又不着。有没有学过？好、哦，说什么？他说哥伦布发现这个新大陆哈，那得什么之类的说啊，你发现新大陆这种都没有事情嘛，我们不用怎么样，我们不用怎么样，我们不用大吵大闹，我们不用轰动啊，不用轰动啊，用不着轰动啊，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很简单嘛，大家说哎，船直开嘛，你直开。哦，一直开，地球是圆的，那你就发现就回来了嘛，没有？好、哦，说我们用不着轰动，有没有？看到我们不用太那个运动哈。我讲为什么？好、哦，そんなこと，好、哦，だってにだって哈，だって是だって就 demo， 即使是谁，だって就 demo，demo 是即使，即使是谁，说那种事情哈、哦，即使是谁有没有？できる，好、哦，谁都做到，有没有？托伊雷达，哈，被人家这样讲，哥伦布斯加哈，所以哥伦布他发现新大陆回去的时候，大家没有太轰动，为什么？他就说用不着轰动嘛，为什么？啊，这个谁都做得到，没有？看到啊，哥伦布是哥伦布人家这样讲，他怎么样？索雷纳达，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事情很简单的话，没有？塔马可，塔马可，塔德，塔德鲁哈，塔德鲁立起来，你把蛋立起来，没有？把蛋立起来，没有？看到没？好 ，Tamiru 哈，说你把蛋立起来看看哦 ，Tamiru 试看看怎么样？他说，哎，如果这个很简单，你看你有没有办法把鸡蛋立起来？没有，他就呛别人说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鸡蛋立起来 ？Toida 他就这样讲 ，Toyu episode 啊，有没有 ？episode 是小插曲哈，小故事，这是一个小故事，啊，我们懂？要讲，他真的没有写很清楚，这个是一个故事，是哥伦布他发现新大陆，他回去嘛，他回国嘛，然后大家就说一些王公贵族就说啊，这个没什么啦。哦，那就你发现新大陆没什么嘛，有没有？然后跟着布被人家呛就说：“好，那你们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鸡蛋立起来？有没有？”然后每个人去立鸡蛋都立不起来，因为鸡蛋会倒下去嘛。然后跟着布又怎么样呢？他就有点那个作弊啊，他就把那个蛋的那个什么两端嘛，比较蛋有比较小的一端，有比较胖的一端嘛，他就胖的那一端就上面把那个鸡蛋的蛋壳打破了，打破一点点啊，一点点哈、哦，打破嘛，打破它就很好立起来嘛。他就把那个顶给那个削破，我们要打破，他就这样就立起来了，懂我意思哦？那他这个意思是干嘛？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蛋打破就立起来嘛？你们不知道打蛋就可以立起来，你们说你们立了半天，你们不会立有没有？哦，他是这样跟他们讲有没有？所以他说这个 episode 哈、哦，这个小插曲有没有？就是这个小故事有没有？みんなもご存知だと思います哈，啊，ご存知是知道哈、哦，所以我认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看到？看干嘛？哦，ここで、哦，那私の言葉を使い方は，他说在这里哈、哦，我的这个哈、哦，这个我的这个语言的使用方式有没有？その本来の意味から，哈、哦，从他这个哥伦布的蛋有没有？哥伦布的蛋本来的意思有没有？から言うと，从他本来的意思来讲有没有？少しずれている哈，ずれる是有点偏掉了，有点离题了。这边是有点离题的，我们看到，卡莫谢马塞他说：“哎、欸，他我把哥伦布的蛋拿来讲我这边这个讲我这个事情，他有点可能会有点离题呀、啊。”我们看到，好，看到，西卡西，好，他说用这个哥伦布的蛋来比喻哈，会可能会有点离题，但是秋山跟五国库托伊达萨库拉诺哈那些哦，秋山讲的会动的樱花有没有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还有沙友跟。卡库尼米耶鲁亚曼诺卡达吉哈，还有左右可以看到相反形状的这个山的哦，左右可以看到这个相反形状的山有没有？达哈肯达多欧莫达先生的哈西，还有好、哦，然后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大发现的这个老师的话有没有？索姆纳科多纳多哈，说他这些事情哦，丘上的会动的鹰王，还有老师的这个山哦，另外一边看就然后、哦、相反的形状的这个大发现，他说这些事情有没有？看看的米鲁科多哈，我连哦，我去想看看哦。斯拉那卡达，斯拉是甚至，斯拉那卡达是我甚至都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人讲的这个事情，我连想都没想过。斯拉是甚至，我甚至连这些事情，我现在连想都没想过。看到，看到没？看到的米鲁去想看看，那卡达是没有啊？斯拉什么？甚至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些事情。好，看到，那叫。哇！但是大家刚米德鲁诺，我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阿库马德莫，阿库马德诺是到底是哈？好、哦，我们看到的到底是有没有？好、哦，阿库马德诺翻到底哈、哦，到底是什么 ？Monono ijimeni skinai 哈 ，Monono ijimeni skinai 画起来这个很常讲。
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事物的一面，有没有？实际那是不过是，我们看到不过是事物有很多面，但是我们只有看到它的表面，有没有？我们只有看到它的一面，有没有？听不懂？懂哈？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面，我们没有看到那么深，我们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而已，有没有？懂哈？头，有没有？面から鱗が落ちる重い，有没有？啊，从眼睛，哈，鱗。乌龙口是鳞片，哦，汉字写个鳞。刚我记录哈，从眼睛那边掉下鳞片，有没有？这个是圣经的故事，哦，从眼睛掉下鳞片呐、啊。OK 啊、哦，咩卡拉乌龙口刚我记录，从眼睛掉下鳞片，这是一个圣经的故事哈、哦。好，写吗？好、哦，这是一个。一个故事哈、哦，它是这样子哈、哦，好，你写细一点哈、哦，从眼睛掉下鳞片，哦，我们便会开始看见。OK 啊、哦，它是一个，就是好像，它好像我记得那个故事原来好像是个有个人是瞎子，然后好像是耶稣基督什么的，还是什么圣人，然后去他要去他就是用手去摸这瞎子的眼睛什么的，然后。那个瞎子眼睛又掉下那个鱼鳞，然后那个掉下来就什么，就出现神迹，他就开始看见东西了。好、哦，那、啊、这个是比喻什么？没有？OK 啊、哦，嘿，好，这个是比喻说突然理解的意思哈、哦。这原本是说突然看到，嘿，好、哦，我用讲的也不用抄哦，因为这个俚语应该不太会考。好、哦，这个原来意思是说，因为某些因缘哈、哦，我们会突然看见某些事情的真相。它是比喻说，因为某些因缘哈，我们会开始看到某些事物的真相，好，看到吗？然后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事物的一面的想法，好，写一下，好，那这个 make 啦，好，乌龙口干欧记录欧摩伊，我们怎么翻？哈，比喻说突然理解的，比喻说突然理解到，写一下，好，突然理解到。嘿，因为他原来那个故事是说，哈，那个瞎子被神明治疗，然后他眼睛掉下一些鳞片，然后就开始看到了。好、哦，这是表面的故事。那他的那个什么比喻是说，哦，因为某些因缘哦，我们看到什么真相这样子。OK 啊、哦，看到吗？那我们翻比喻突然理解哈、哦，那这个很有学问，他用一些圣经的典故有没有？好、哦，用哥伦布那个典故哈、哦。那你这一句怎么翻？他说。啊，我们看一下，私たちが見ているのは哈，我们所看到的有没有？あくまでも哈，到底是哈，ものの一面に好きなんだ哈，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事物的一面而已，有没有？懂吗？偷讲这句话有没有？他就是说他讲，作者讲这句话，目から鱗が落ちる重い哈，他说，好，OK 啊，他说这个想法是什么？这个想法就是我们突然。看到什么哈？我们这个原本是我哎、欸，我们突然眼睛看得到，或者是我们突然理解到了这个想法有没有？突然想到，突然理解到，突然看到有没有？马萨尼，马萨尼什么？真的是红豆尼的意思，红真的是什么？没诺麦尼哦，在我们的眼前。コドモナケ，コドモナケ就是若无其事，写一下。コドモナケ是若无其事，哦，写一下。啊，这个怎么来的哦？我们讲一下，这个口头是事情嘛。好，你二级训有没有学过易形容词？哦，然后去一，哦加给，哦这个句型有没有？这个是有什么倾向有没有？还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好，那你这边是这样来的哦，你这边是奈，去一加 k 就那 k 是吧？我们说这个翻倾向的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事的样子。好，那可以是没有的样子嘛？那以前是 kodo 是事情嘛？那 kodo mo nake ni 哈，这是什么？没有什么事情的样子是若无其事啊，是这样来的没有？这个 kodo mo nake ni 这个还蛮常讲的，它是这样来的哈。一喜欢去一家给有没有学过？什么倾向什么样子？啊，你 kodo mo nake ni 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没什么事情，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没有？他对那里打。他说：“玛莎音是真的哈，在我的眼前哈，没诺曼在我的眼前有没有？好，若无其事的立起来哈，把这个什么，Columbus 和 Tamago Data Notice 哈，好像在我的眼前哈，有人若无其事的把这个哥伦布的蛋立起来，什么意思？
他这句其实写得蛮深的，他就说我这个人就像什么，像那个哥伦布回来的时候嘲笑他们的人说这个没什么嘛，然后哥伦布好像就在我的蛋立起来跟我讲说，怎么样，第一个要发现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人，然后他就说好像张赏跟我的老师在我的面前把这个若无其事把这个蛋立起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要跟我，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困，一开始要发现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然后我就像什么，我就像那个蒙兹哦，那个我不太，就是比较笨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就把这个蛋在立在我面前嘛，哦，就表现我像那些无知的人一样哦。然后这些人是他们是先知，他们会先发现，哦，这些事情哦，这讲比较实在是这个意思，看懂？OK 啊，秋桑的 speech 就可以对哈，我听到秋桑的演讲了没有？我大喜欢卡达吉亚，哦，斯卡达呀，卡达吉哦，是对对嘛哈，我知道这个樱花的。斯卡达是它的样子，卡达吉是樱花的形状。我即使知道樱花的样子跟形状，没有。乌哥库会动的，乌兹库西萨西亚奈萨库拉哈。但是什么？这个会动的，很美的，我不知道的樱花没有。我懂。好，我想说这个事情哦。世界中にはまだたくさんのあるのだろうなと思いました。好，那我想，他说好，我想我即使知道这个。樱花的姿态跟樱花的形状，好，OK，我们看懂。还有，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哈，那个西亚奈是那个 O 是，哦，西亚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会动的，这个很美的这个樱花有没有？他说，好，像这样的事情哦，谁开 G 马达达库上阿鲁哈，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有没有？好，我们看懂。达洛那哦，这样子把多莫伊马西达哈，我在想，看懂。所以我想象，没有人跟我讲过樱花会动。好，那我了解哦。那我诶，这种事情应该还有很多，有没有？Demo ten dewanaku 哈，不是上天有没有？是 GQ 加 Ugoku 是地球在那边动哈，是不是上天在？不是天在动，是地球在动有没有？地球自转有没有？好，看到 Noda 是强调是哈，都看刚才自己打 Hido，所以想得到的人，好，想得到不是天在动，是地球在自转那个人有没有？GQ 呢，就是你哦，在地球的中间怎么样？看到吗？另一个 hip 哦，那个 hip 巴鲁哈，hip 巴鲁没学过，hip 库是拉，那 hip 巴鲁是用力拉，哦，hip 巴鲁是用力拉，所以地球中间有个用力拉这个苹果的吉卡拉嘎阿鲁哈，有个这个力量，我们叫什么万有引力有没有？那大阿莫自己打 hip 还要想到这个人等等的有没有？看到吗？历史上的哦，在历史上有没有天才都有巴雷的有巴雷鲁希多大吉托哈，在历史上被称为是天才的人有没有？托我大吉大吉胡子呢？您跟托和我们平、哦、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没有？然后吉开哈的不同哈、哦，所以这些历史上被称为天才的这些发明这个发现地球自转的有没有？像什么哥白尼是发现地球中心有这个万有这个有拉的力量是什么？牛顿有没有？他是在历史上这些人被称为天才，这些人们有没有？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哈的，然后几开什么的不同有没有？是什么？应该是出乎意料的。哦，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就多西达是就多西达就什么西？他有安该跟乙该。你是写意外吗？对。我这边写案外哦，那你是新版是？不是。哎。除了安该之外，跟安该很像，还有一个叫乙该，就是乙该。意外吗？嗯。哦，对，这两个差不多啦。嗯，好像是那个安该是连想都没想过。对，好，乙该。乙该是有想过，但是没，就是出乎，就是跟原本想的是不一样的。对，好，OK 好。那你要干嘛？你要怎么样才去分？你要去看日字典，因为这个中文都翻差不多了。日字典他会写一句或两句或很多句去解释嘛，所以他会写的比较细，有没有？OK 啊、哦，看到，哎，我不会卡给你是没想过有没有？哦，有说跟哈之类的哦，有说跟哈之类的过多哈，就是跟预想的不同，然后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有没有？好、哦，来讲，讲回来，你没讲还不会，好、哦，刚才你就是有想，例如说你去考试，然后，嘿。你以为那个，嘿，想说会很简单，但是考了发现，意外的很难。OK 哦，那个再讲，应该是连想都没想到是，
没想过的啊，写一下。好，他那边欧莫伊卡内奈没想过的哦。好就，OK，好。好像二级有考过这样的题吧？嘿，OK，还有一大题会这样考嘛？就是考它这个细微的差距哦，那个很难哦。OK，好，所以应该就都是大口的哈，应该是什么？意想不到的啊，出乎意料的，有没有？啊，就都是大口的是，哦，出乎意料的小事情，好，出乎意料的一些小事情，有没有？好，那 no 哈，那个 no 是强调，看莫邪奈说定，那都是等等的哈，那种，好，那个偷，你那边是偷什么？欧摩五，哦，偷看开都是想到。哦，偷看看就是想到没有？好、哦、好，那你这边加个什么？摸，摸是什么？后面加点摸是野嘛？哦，所以是什么？他们，那你这种就反 ，OK 哦。嘿，就是，可能想都没想到。对，那朵偷哈、哦、等等的哈、哦，那什么？应该是意想不到的哈、哦，就都是打过意想不到的小事情，有没有？那朵等等的。然后偷看看 master，他可以想到啊，摸是他也可以想到，摸是也，所以这天才跟我们一般人不同是什么？他摸是也，他也可以想到，然后什么？想到什么？这个 Jodosta 是小小的，Jodosta 是小小的，他可以想到，而且是 angai 什么？人家想不到的哈，angai 是那种意想不到的，他可以想到我们那种意想不到，可以想我们那种想不到的那种小事情，有没有？懂吗？他可以写下，应该是你说你刚才是说没人想过啊、哦，没想到的有没有？他可以想到我们一般人想不到的啦，想不到那些小事情有没有？对啊，你换句话来讲，就什么意思？他可以观察到很细微的，有没有？他可以好、哦、写下，你翻重一点，他可以观察到很细微的，没有人想得到的小事情啦。哦，观察到那种很细微的，而且没有人会去想的那种小细节，有没有？搞、哦、啊，这种他说这种人可以变天才啊，观察到很细微的，真的、啊、很多天才都是注意到很小的事情，然后他去研究，有没有？观察到细微的，没人想到的，有没有？啊，那种小事情有没有？说，那看我现在是说不定，说不定是这个，有没有？好、哦，我们懂。这样会有。前国区呢，大家去单台短到读两年，有没有？西蒙家区哦，专科学校有没有？哦，台休时路，你就你呢？OK 啊、哦，徐志就下哈、哦、的出场者哈、哦、的这个演讲比赛的哈，KISO 打哈，KISO 是竞争哦，全国大专院校20人的竞争的这个空开呢，speech contest 哈、哦、的这个什么，这一次的演讲比赛有没有？好、哦，秋山加 CU 秀秀哈，CU 秀秀哈，最优秀奖有没有？就休息嘛，是的，好，他得到最优秀奖，看懂？好，交朋友，哎，大姐，好，那如果你要考试，你要注意后面这十题，这十题就是他抓的，就是如果这一篇文章有没有那个出题老师最容易就考这十题，所以这十题你都会，你这一课就看懂，而如果这十题你不会的话。好、哦，那就表示就是说，还有一些死角没看到。然后看 dos de un zali si ka ke de da no no desu ga，为什么他开始厌烦？因为 onaji yo na habyo 哈，因为大家讲的都差不多啊，好像都大家讲的差不多嘛，所以他听了一直听重复的，他你懂我意思哦？好，chou san ga nihon he kurumae ni mitte da dou na sakura desu da 哈，所以 chou san 在来日本之前看到什么？可以看到电视的照片的不会动的樱花没有？speech contest de chou san。刚哦，哎呀，伊塔卡达诺哇哈，一代哦，他想讲的哦，啊，过去式有没有？哦，一代他想讲的有没有？多姆纳尤纳科多德西达哈，这个演讲比赛就想讲的是什么？想讲的是什么？我表面上是说他看到这个想讲是哎，看到那个樱花哦，那个什么风一吹过来就像雪这样飘下来，然后他抓住日本的心，他看到很感动有没有？他想讲的是，好，OK 啊。中国科技大学国库国呢，先哦先生呢，大学看我都拿过多的是啊。中国中老师的这个国中的这国语老师哈、哦，他说的大发现是什么事情有没有？对，现在里面有相反的形状有没有？哦，先生呢，先生跟大学看的姿态可大，或多那个啥，老师的大发现他想传达什么有没有？见识出个人自身的一个面看。
对，他如果说你改变立场，改变看事情的立场，你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那个，你懂？完全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那个东西，有没有？而且他是说这边的山跟那边的山两边看的不同，你会看到不同形状。说你要改变立场，你比较哦，坚持你的立场有没有？你不要固执，人家改变立场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有没有？得到不同的东西有没有？好、哦，乌国库、萨库拉、大黑犬、哥伦布斯和塔马狗，你求知是得鲁科多啊，那得是刚好。会动的樱花跟大发现，跟老师的大发现，跟各个部分带他共通的是怎么样？好、哦，共通的是。对，好、哦，就这个，不要只看事物的，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事物的一面，不要看，哦，有没有了解？你大概是这个有没有？これを書いた人の理由哈，这个写这个人的他说的，五国苦啊，美しさ知らない桜とはなんのことですか？写这个人他说哈、哦，他不会动的哈、哦，他那个知らない是，我们待会我们怎么翻啊？知らない是不知道嘛？知らない不知道会动的这个很美的樱花有没有？有没懂？头啊，他说这个是什么事情有没有？懂哈？他说，好讲。他说这个，他写说不，哎、欸，他不知道这个会动的很漂亮樱花有没有？哎、欸、，OK。讲，那可能再看一下，我看懂。好、哦，天山都有把你鲁黑多大吉托胡子诺黑多托哦托哈、哦，被叫做天才人跟普通的人哦诺吉卡伊哈的不同哈、哦、都。头蛙哈，说到这个没有，多么的可多，到多么的刚好。英文是什么？就是天才。他这边他是写说天才可以看到什么？应该是人家想不到的，那就都是的很小的，有没有？懂吗？大家好，嗨，跟日本朋友讲我在上课，那我没事打过来聊天，哎，啊聊天都讲废话，哎，啊每天都要抢哦，就常常要听，就是大家讲废话，好。那个、啊、日文会比较好，没关系，绘画比较进步。哎，我要去旅行啊，七月要去旅行，然后又讲一些旅行的事情，然后一讲就一两个小时。哦，上课中，すみませんでした。OK。嗯。没有。好呀，思密，嗯，然后就这样哈，嗯，其他那个日本朋友，他以前来玩的时候，他以前来台湾很多趟，然后他们家来玩都陪他去玩，那这一次我们去，他说要招待我，哎、欸，那可是我不好意思给他出钱，我还是要自己出，对，然后跟他们去玩看看。会啊，日本人难得要出钱呢。啊？没有。哎，没有啊，就是，哎，我也有赚钱的、啊，嘿，懂、嗯哦嗯？他们就是想要说啊，以前带我那么多出去玩，那我们这次还你这个这样子，嗯、对，哦，那讲，他们是好像这样想，哦，就无聊就一起去玩了、啊嗯，啊，只是北海道要租车，哦、因为他电车很少，说要租车，哦，然后就这样，然后扯远了，然后这个求知是共通的，有没有？哎、欸，我刚才讲那里哈，他说哦，这是天才的，天才和普通人，就是他说的是他的课本是写什么，那想让人家关想不到那个小事情怎么样？好，我懂。これを書いた人が言いたかったことは何ですか？写这篇文章他想要讲的是什么呀？簡単にまとめてください，请你简单的把まとめる总结有没有？哎、嗯欸，不能只看。对啊，不能只看事物的一面，你要去想有没有那个。改变你的立场去看一些不同的、哦、想法，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有没有、嗯？好像是这样吧，对不对？对，没有。哎，皆さんはいつも当たり前だと思っていること哈，所以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没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是什么哈？那、哦、就的事情有没有？次回他基就这一句啊，他想要讲就下面这一句嘛。哦，次回他基本から見ることは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か？好、哦，大家平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没有？如果从这个不同的立场来看齁，大家你认为这是重要吗？如果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立场来看这些事情，你认为是重要的吗？齁，またどうすればそう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か？如果那また又怎么样齁，又怎么样的话，再怎么样的话，你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有没有？大家你要舍弃，像我们要舍弃我们是台湾的立场齁，大家还是我们用大家不要我们是
舍弃我是男性，舍弃我是男生，舍弃我是台湾人，舍弃我是东方人，舍弃我是黄皮肤人，然后舍弃，好、哦、那种，舍弃这些立场来看事情有没有？对吧？舍弃我是地球人有没有？这样讲下去就变佛教了，佛教的观点了嘛？什么万物皆空，什么四大对不对？就好，这个我们看懂，就好、哦。第一课比较简单，好，那我们上个厕所啊。哦休息一下，3分钟后来赶第二课。莫西莫西，好了，莫西莫西，好了。好，OK 啊，刚才就很大声，这一本看完哦。日检一级只能考到90而已哦，没有办法突破100哦，懂吼？因为这现在考的题目比现在这个还难，哦，我们要后面两本才有超过哦，懂吼？你这一本就是对哪一本？就是对那个轻松日本语的抒情文的小说的简单版，那后面那个轻松日语是加强版。那我们之前有上那个什么那个探索日本嘛？探索日本是刚才有个什么？那个教养日本语，它两个都是比较偏论文的，比较偏那个论说文的。然后那个教养日本语是它的进阶版，好、哦，教养好像只有5课而已。对，可是它一课非常长，它是那种，要怎样？我们这有2页3页就一课的嘛，那不是哦，它那边可能到10页哦。好、哦、，OK 哦，它5课，但是5课很长，那一课就是2个小时，上2个小时。看看啦、啊。可是它那个比较直接。他那个没有，因为他是那种论文的，他没有拐弯抹角的，他那个就变成在背单字的那种，他不会写得太难，懂？但是他单字还蛮难的，那你把那个教养看完的话，会考到那个那你四本都要看完才会过啦，哦，那我交到3本半，因为第3本半完就会过了，啊，如果下面半本的话，就是你看这一次考几分，啊，如果。那下面半本我一定会过的，因为下面半本都是那种长篇小说集的。你说那个轻松学日对语？啊，长篇小说集的，就是，哦，那种那长篇小说集，你要看下去的话，一定会过的，而且还会超过很多，因为那个如果，那叫那个看下去就是它已经远远超过一集了的那个文。那只看到教养的日本语呢，对，但是我应该。就危险。其实那本就是这四本全看完就会过啦，但是我只有交到3本半，因为我交到第3本半就过了，懂？但是如果你要，你是因为我们付的钱是那个嘛，就是可能就是我接下来会把那个有时间我再把半本赶一赶，然后再上，好、哦，所以你年底再考一次，这一次就是拼飞过啊，年底就对是啊，就是这年次，底就可以再加个二三十，就可以再加个20分了。你飞过跟差个二三十分，那个程度还是差很多了。对，会比较好看一点，有没有？好，那我大概当学生达到大概140、130，我大概就停了。好，那就这一级考130、140应该够用了。对啊，懂？那你这次是拼，大概是这一次是拼大概95到
一百考一，上如果可以考到130、140，再去考 BJT。什么题？BJT 那啊，个不算，那个内容不太一样，那个好像是一个是商业的嘛，对啊，那是商务的但啊。是那个日检是考长文的啊，就我们在日商的话，还是日检是考这种看小说的那种长文，看论文的长文，所以它那个考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你的程度会拉高，你懂我意思吗？你程度拉高，你去看什么很多东西，你才会那个，你懂我意思吗？懂吗？哦，那个很不太一样，那个我没考过啦，因为我没有进日商啊，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讲蛮陌生的。OK 啊，好，那你就把你这次就把一级考过了哈，那我们看第二篇哦，嘿。